大家好，我是氪金七。昨天晚上很开心，所以每局都带了11个战神头和3个热能将。我觉得遇到我的兄弟们也会很开心。今晚轮到我们 V 区的马拉松赛道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为了你们，我可是专门去 V 区练的新号。我8级的时候就遇到了30级的玩家，还好被我拿下了。我们农场马拉松赛道都设在普通农场地图，不开启段位积分，大家只需要根据我说的时间统一匹配即可。只要相遇，那就是4个大金。有的时候还会像昨天一样，一局300万欧。不论刮风下雨，电闪雷。每晚8点我都会在直播间等你，没有遇到的兄弟们也不用担心，我还为大家准备了手册和安全箱哦。至于玩法是怎样的，你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每场马拉松都会遇到很多兄弟，我希望今后参与马拉松并且成功带着物资撤离的兄弟们，第二天把你们的撤离截图发到我最新作品的评论区，让我饱饱眼福。毕竟一局带200万、300万撤离，这种福气我是没遇到过，等你们哟。